134集，找到。什么东西啊？白灵淼刚要向二婶那边靠过去，就被小满拉住了。当心，别去。看了一眼森林边缘的二婶，白灵淼把手抽了出来。没事的，应当没什么危险了。见白灵淼就这么过去了，其他人也不放心，纷纷举着火把跟了上去。当他们来到二婶身边时，终于知道刚刚那些声音是哪儿来的了。借着火把的火光，他们看着林子里那位手舞足蹈的疯子。妈，会吃的，真不需要你喂，手上输液了也没事的。浑身满是尘土的李火旺坐在满是枯叶的地上，对着树上的一颗蜘蛛网微笑着，手中拿着一长条石头在那啃着，不断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，啃得满嘴是血都不停下。妈，我咽了，我真咽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生怕我挑食不成吗？馒头围绕着李火旺不断地摇着尾巴，刚刚那呜呜声就是他发出来的。李师兄，看到对方如此凄惨的样子，白灵淼流着泪忍不住喊出声来，他情不自禁地向前走了几步，又强忍着让自己停下脚步。快快去拿绳子把李师兄绑起来，他等会儿就好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李火旺重新睁开眼睛时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梨花带雨的面孔，他露出一个极度疲惫的笑容。你们来了，怎么找到我的？白灵淼哽咽着，双手用力把李火旺的脑袋死死地搂在自己的怀里。他没有说话，可是他深深的情感却透过身体的接触传递了过来。李火旺心中一暖，一种有些陌生的情绪在李火旺心中涌现。这是喜悦吗？已经好久没有感觉到了。伸手在对方背上拍了拍，他思索了片刻后开口：“我去弄清了一些事，也处理了一些麻烦。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李火旺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，也不想让他们知道过去自己做了什么。一番热情的交谈后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漆黑的林间小路上，篝火旁端着一碗热汤，李火旺轻轻地喝了一口，除了暖了暖胃之外，也清了清口中的血腥味。他嘴里的肉都被磨破了，不过他明白这种伤转眼就好。轻轻捏了捏白灵淼那滑腻的右手，他再次安慰起来：“没事了，麻烦都结束了，我们可以继续出发回家了。”李火旺说着望向自己面前围绕的所有人，看着他们眼中的关心，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是真正关心自己的。他向着其他人拱了拱手：“各位辛苦了，林某在这里谢过了。”他也没说谢什么，有些事情只需要记在心里，没有必要全部都说出来。这时，坐在丹阳子右侧的吕状元说话了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：“哎呀，这是哪里的话呀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小道爷刚刚是怎么了？啊，是撞邪了吗？你怎么还吃石头啊？那什么邪祟这么厉害呀？”吕家班过来的原因，李火旺早已经知晓了。对于这些小事，他根本无所谓。李火旺晃晃头，带着一丝苦笑，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：“我脑袋有点小毛病，放心，没什么大事。”这时蹲在江英子身边的狗娃瞪大了眼睛：“李师兄，你真没事了？以后再也不会钻到别人肚子里从里吃到外了？”话音刚落，看到吕状元等人的脸都快要吓绿了，
赵武在他腰间用力捶了一下，连忙打圆场。哎，你这，哎呀，当着外人的面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咱们李师兄什么时候吃过人了？那是发病的时候假装以为自己吃人了，懂吗？对对对，啊，这你看我这猪脑子，这怎么老记错东西呢？狗娃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，连忙发声不断迎合着。不过这并没有安抚吕状元多少，他脸上的笑容明显僵住了，一旁的小儿子更是不堪，都开始打摆子了。李火旺打破了其他人假装出来的氛围，行了，别演了，有些事情干了就是干了，没必要遮掩什么。吕班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在下过去确实干过不少混账事情，我不想解释什么，只能说那并非我所愿。吕班主要是觉得怕伤到家里人，那咱们好聚好散，如果觉得无妨，那你们想跟多久都行。朋友一场，李某自担护儿子安危。脸上堆着笑容，吕状元连忙端起一碗热汤来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哎，小道爷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那老汉是那么势利眼的人吗？啊，哎，那小道爷的人品我放心，那肯定是有苦衷的嘛。来来来，老汉呢，以茶代酒，给小道爷赔个不是了啊。哎呀，这谁说要走了？那谁走谁是王八龟儿子啊？李火旺举起碗来，对着吕状元一扬，放在嘴边喝了一口。他走不走，其实在李火旺心中都是小事儿，现在要考虑的是接下来自己要干什么。重新斟酌一下，他对着面前所有人开口：咱们被这些事耽搁了太久，好在问题都解决了，明天我们继续出发，离开四旗。只要把这些人安全送回家，自己身上就少了很多重担，以后干什么都方便多了。李师兄，我们还不能走，师太说了，如果我们找到了你，记得让你回去报个平安。白灵淼向李火旺传递了这个意外的信息。报平安没必要专门跑一趟，写封信找驿站送过去就行了。既然问题解决了，那实在没必要再回去一趟。安此安虽说不远，可也不近。不是的，师太说了要你专门回去一趟，看起来好似有什么事情要当面嘱咐。当面嘱咐？李火旺皱眉思索起来，听起来不像只是报平安这么简单。师太有什么事情吗？考虑了些许后，他把手中的碗塞到了白灵淼的手中。行，那就再去横花山一趟吧，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梳理一下这天下的整体情况。来这个破地方一直被追着赶，都没时间梳理这破地方到底是个怎么一回事，有多少门派，他们的势力范围有多广，跟他们接触有什么忌讳。既然以后要往下走，这些事情肯定要多多了解才对。